看，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何必那个几重的油停在阿伦的头壳顶，流到嘴唇，搁流到伊的衣襟。搁何必那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上帝的爱伟大无穷，厚赦逼迫难以形容，高潮诛心，深大地狱长或高深，事物相同，始作犯罪，堕入阴幽，深切待死，拯救是我罪人，你山和好，赦免一切罪由。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无量，永远坚定，永远不变，天使圣徒颂扬。地上年代将要过去，君王地位都要败亡，万古世人不肯修改，却向山林不求保障，上帝慈爱永不永长，伟大无限无量，亚当后裔得蒙救赎，天使圣徒颂扬。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无量，永远坚定，永远不变，是圣徒颂扬。天上诸天当为执掌，地下草木当为笔杆，世上海洋当为墨水，春秋文人几何辛苦，豪杰之力描写诸外，洋海墨水回港，安全水长如天连天，不能忘却了达，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圣徒颂扬。阮永恒的天父，听的源头甲模范，你毋但啊命令阮彼此相听，而且阁向阮显明了听是啥物。佛教学家Ravi Sakaraya 曾经清楚地解释过你的痛。五千年前，你吩咐了阿伯涅槃将伊心爱的子以撒献作烧祭。你提刀要杀以前，你阻止了伊，因为你已经有被火灼迷。总是在两千年前，当你找派你的子耶稣基督为阮的罪而死的时阵，你并无阻止。在阮也做罪人的时阵，
日头家基督的死，向阮显明了你迄个无条件的疼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今仔日三甲领受圣餐的时阵，纪念基督所行的，阮祈求你，叫阮的疼心有根有基，会通甲众圣徒三甲明白基督的疼是何等长阔远深，帮助阮全心全意顺服你、疼你，并激励阮彼此相疼，连遐个不可爱的人，阮伫你面前谦卑改己，求你赦免阮的罪过，包括阮伫未显的罪过。阮知影，无论啥物代志，拢瞒不过你。搁一摆，阮恳求你怜悯。人民遐个感染着的肺炎，无论因是隔离的，还是无症状的，求你医治阮的国土，甲你的受造物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阮主爱救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祈求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，咱国有法通三甲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三甲来敬拜主。今仔日所欲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，就是第十一条的诫命。欠在有人会讲牧师啊，第十一条的诫命，阮知影伫圣经内面讲啊到十条诫定，是的，十条诫是咱所熟悉的十条诫。伊讲除了我以外，恁唔通有别的上帝。唔通为家己雕刻偶像，安遐来跪拜来侍奉伊。唔通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。着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着孝敬父母。第六条讲唔通杀人，唔通行奸淫，唔通偷窃，唔通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唔通贪恋人的处。贪恋人的车主薄逼如不及一切所有的，是的，这是摩西所领受的十条诫。欠在你讲牧师啊，欠在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无相像，你是用无相款的版本。因为上帝和摩西十条诫定定，无看到第十一条啊。是的，你讲的无大啊，因为摩西。对上帝遐领受了十条的诫命，但是伫圣经内面，伫新约，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予咱另外一条新的命令，我称作第十一条的诫命。这个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十三章。咱来三合看啊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咱要对三十一节。看到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伊既然出去，耶稣就讲：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上帝伫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上帝要因为家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紧紧地来荣耀伊。细囝，我也有无偌济的时间甲恁相合伫底。后来恁要找我，但是我所去的所在，恁未会到。这个话，我捌对犹太人讲过，如今也照样对恁讲。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恁彼此相疼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着怎样相听。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因为安尼就认出你啊，恁是我的门徒了。众人因为安尼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了。咱请咱阿头来做一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阿罗哩。因为你将唔单单将十条诫和摩西，你也将另外一条新的命令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赏赐予阮。
要阮彼此相疼。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养饲阮，来提醒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要怎啊来做。主啊，圣灵啊，你开阮的目睭，开启阮的耳啊，互阮有法通听到主你的声音。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是的，在主耶稣受苦的那一面，伊向门徒讲，就是在第34-35节，伊讲，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什么？叫恁彼此相疼。所以这是所谓我所谓的第11条的诫命，就是恁要彼此相疼。其实疼这项代志，伫耶稣的教导甲约翰的记载当中，占了真重要的地位。因为对于约翰福音1-12中间，疼这个字出现了12摆，但是对13-15节5章的圣经里面，疼出现了45摆。这个12摆，这个45摆，这个跟人讲什么呢？可能看到讲主耶稣伫受苦迄一面，甲门徒做一下，伊讲真侪话，但是其中伊就提到疼，伊一而再、再而三会跟门徒讲疼的代志，所以一定是真重要。咱看到耶稣伊怎啊？刻苦苦心，一直地跟门徒来吩咐，恁要彼此相疼。今仔日早起，咱要对三方面来看耶稣予咱的这个第十一条的诫命。头一方面，这是耶稣亲自颁发予咱的命令。耶稣亲自颁发予咱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13章1节，圣经跟人讲，如我做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世归父的时阵到了，伊知影伊要离开世间，伊知影伊要到我等到父遐去，伊就颁发了这个门徒，和门徒这个真重要的命令。伊讲，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叫恁彼此相疼。咱要注意，耶稣讲这是一条的命令。什么是命令诶？当你听到命令的时阵，你想到什么？当然，命令唔是要互咱来参考，唔是要互咱来讨论，主要是要互咱来遵行、来实行，因为命令是大有权威的。其实要顺服、要遵照命令不容易，必须要学习。什么做兵的人，还是当兵的人，国家会体会这样代志。我记得我在那个安遐牧会的时阵，在那个嘉南中学安遐有侍奉，我一日我入去教、入去学堂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伫操场呢有一个学生，伊徛伫遐，伊手举起来，举安尼，然后也无咧动动，定定举咧，日头照。我看到的时阵，我感觉真稀奇，讲干阿是你伫遐，你举手举起来，看阿像 Superman 咧爬咧，到底是咧干？所以我就看到有别个学同学伫边头，我就问伊。我讲无，这无无清净人，伊伫遐咧创啥？伊讲啊，无啦，因为伊哦是参加军训所以伊个军长哦，该讲叫伊着安尼做，要徛15分钟，所以伊着顺服。虽然伊未明白，干阿是伊那着安尼，伊也无去问讲伊到底叫伊徛安尼的原因是啥物？伊个目的是啥物？伊也无惊。同学的技巧，因为主要是要叫伊学习怎啊顺服。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阮先生伫台湾，台湾真侪差不多拢总南丁
必须要当兵。啊，阮的先生伊就讲啊，到伊当伊咧做兵的时阵所拄着，伊讲有一摆遐，伊的官长反复因几啊四五个，讲你将石头一堆的石头搬去另外一方，另外一边。啊，块石头唔是细块，阁是真大块，哦，所以真重，所以因就按遐一堆石头就直直搬搬搬，搬差不多规半点钟，规身流汗。搬了的时阵，伊就去找伊官长，甲讲官长，你吩咐阮的，阮已经创了了。官长讲好，真好，啊，恁阁将石头搬倒转迄个所在。所以听了的时阵，伊心内面讲这个。官长到底是咧创啥？看咱村咧创地棍，但是伊嘴唔敢讲，因为这个是军令，所以伊也着搬。后来伊甲阮讲一项代志，伊讲伫咧做兵的时阵，官长所呼你的吩咐，伊的命令，如果是合理的命令，这个是叫做训练；如果无合理的命令，这个是叫做磨练，叫做磨练。总共一句，命令一定是人要服从的。彼此相听的命令，相反也无例外。所以，这耶稣，这是耶稣所颁发给咱的命令，是咱应该要遵守的。第二方面，咱要来看，这是一条有新性质的命令，这是伊有新的性质。的命令，主耶稣讲，这是一条新的命令。干那是那是新的呢？但当咱看圣经的时阵，其实伫古约啊，伫利未记第九十九章十八节，上帝有吩咐以色列人讲什么？你着听人，亲像家己。所以伫圣经内面，古约啊真侪讲，你着听人。到新约的时阵，伫马太福音。当有人问耶稣讲，律法最第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耶稣讲最第重要的第一，就是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然后是点样？要听人亲像家己。其实伫圣经内面已经有讲，咱要听人啊，亲像家己。啊，佮到底当耶稣基督颁发这个命令的时阵，伊讲是新的，到底是怎啊新呢？咱就来看啊，伫原文希腊文内面啊，伫希腊文内面，新这个字有两个用法，还是讲有两个字啊？咱中文翻译还是英文翻译做新啊？这个是叫做 neos 啊 ，neos 是时间上的新，伊是属地现在。比如讲，我手里换掉这个物件啊，这个物件旧了、歹了，所以我换一个新的，伊是上一款的物件。但是在时间上，伊是新的，所以伊是用 neos 这个字。但是我另外这个字是叫做 kainos 呢，伊是叫做新的素质、新的本质。顶已经无的，现在是已经有，所以是讲到伊的内在的这个物件。比如有人发明这个新的物件，顶摆无的，现主是有的，这个就是用叫做 kainos。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 ，kindness 有特别三方面来用。头一个就是用到新约啊，新约、旧约。这个新约呢，伊是新，因为伊有新的性质。第二就是咱今仔所讲的新的改变，因为伊有新的性质。第三，讲到在主里面的人，伊就是个新造的人啊，新造的人，因为伊里面啊，伊经过的人。伊的灵命、伊的生命完全变转做新，甚至这个新，也是讲啊到什么新天新地的这个新啊，所以啊，当耶稣讲这个新的命令，因为伊有新的本质。这个新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呢？头一项，这是有新的标准，有新的标准。第第三十四节，圣经怎样讲呢？耶稣讲：“我怎样听恁，恁也就怎样三听；我怎样听恁，恁也就怎样三听。”所以耶稣以家己怎样来听咱，
做咱听别人的标准。我讲一摆哦，耶稣伊怎啊听人，来做为咱怎啊听别人的标准。所以咱即阵听别人的标准，唔难呐，亲像咱家己，乃是应该亲像主耶稣怎啊听人相款。所以咱爱问一个问题：主耶稣怎啊听人？主耶稣怎啊听你？主耶稣怎啊听我呢？咱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，伊讲如我做君咯，啊，伫如我做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开世间归回天父的时阵到了。伊既然听世间属家己的人，就听因交代。所以耶稣听伊属家己的人，听因交代。什么叫做听因交代呢？伊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按遐为咱流血，为咱死。这包括什么？包括有四项。头一项，这是一个舍己的听。什么叫做舍己的听？无求家己的益处，无问讲我家己安尼做，我有得到什么呢？现主时，咱活伫这个社会顶面，靠这个叫做消费者的心理啊，来影响 consumerism， 就是讲我这项代志我要做，我要付出去，我会得到啥？那有得到啥，我才要去做。但是主耶稣无，伊会听是舍己会听，第二伊是牺牲会听，因为伊将伊的生命留落予咱，这个是真昂贵的一个代价。这个代价真重的一个代价。请问，什么较容易？为人放杀性命，还是为人放杀你家己？就是叫做杀己。其实，放杀性命一摆而已，放杀家己，咱就归死人。放杀家己，个做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咱肯付出时间，咱肯付出精神，付出咱的力量，甚至付出金钱，咱愿意付出个人的享受。我为着无人的缘故，我放杀我家己的迄个权利，这个就是舍己。第三，咱看到主耶稣会听，伊是下面会听，伊饶恕，也是叫做下面咱的计划，咱得罪上帝，但是主耶稣甘愿为咱担当咱的罪过，伫十字架顶下面咱的罪，伊会听，也是叫做服侍会听。咱来看第十三章。啊！你若看圣经十三章，咱看到耶稣知影伊要离开世间，伊就怎啊呢？因咧食的时阵，伊就摕一个棍下伫伊的腰咧，伊就摕一盆水，甘闻到一个会来洗脚。哦，伊干哈来洗脚？就是来服侍谦卑家己，服侍跩闻到。伊讲啥呢？伊讲我是恁的先生，我却为恁洗脚，我要为我予恁留落一个榜样，叫恁照着我向恁所做去做。所以伊的听是一款愿意服服、愿意谦卑、愿意服侍人的一款的听。所以这是主耶稣予咱这个新的标准。咱要听人，有舍己的听，有牺牲的听，有赦免的听，有服侍的听。唔，咱有一款新的标准，咱也看到有新的能力。伫古约啊，甚至到耶稣的时代，人啊，拢知影律法的要求，但是人知影百姓上帝的子民知影。三听的道理，因会晓得，但是干呐，因却做袂来。
哦，因却无力量通做出来。这个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，伊讲我愿意做，我并无法通去做。我所分恶的，我都去做。伊讲我也知影，伫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当中无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无得我。是的，咱知影三听，但是做袂到。但是主耶稣讲，我今仔日予恁这个新的命令，因为唔单单有这个新的命令，伊我也是予恁新的力量。接着耶稣对死来复活了后，予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予人因为相信伊，得到新的活命，并且有圣灵入伫咱的内面，这圣灵变一股力量来推动咱。予咱有法通做正主爱咱做，予咱虽然一个人咱欠债无法通听伊，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，咱就有法通做，因为有圣灵做咱的力量。所以咱看到主耶稣所予咱的，诶，这个新命令是伊亲自所颁发的。第二，伊也是啥物啊？因为伊有新的性质伫内面。第三方面，这是什么？欢迎新道新生命的命令。这个命令是将咱新道内面的新的生命按下来表明出来。在第三十五节，圣经按你讲，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因为按你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。认出您是我的门徒，在咱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，一节方面翻译到无真啊正确哦。意思是咩呢？啊，因为伫原文内面无啊，迄个心啊，无迄啲心啊，所以应该就怎啊来怎啊讲呢？一段就是主耶稣安尼讲，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就因为安尼认出您是我的门徒。所以不是孤单彼此相听的心，乃是着彼此相听。所以咱看到主耶稣爱咱什么呢？彼此相听是这个信徒，啊，是信徒的这个标志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是讲，咱若有相听，则表明咱是属主的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咱要怎知影这个人是信主呢？不是孤单一嘴来讲我信主就是。那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法当将听实行出来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，约翰跟人说，他说咱因为听兄弟就晓得那经是什么出世入生了，无听心的犹原点在死中。所以他说咱要怎知影咱已经得到这个活命呢，就是咱有听兄弟姊妹的心，这是咱福音的这个坚固，让人看到讲福音不是孤单一篇的道理，福音乃是一款听的行动，对听咱有法通看到坚固。当世间人看到咱一群属主的人彼此相听的时阵，就有法通吸引因归向基督。唔然安尼彼此相听，也是着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，啊，着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。咱所读的迄个经文讲啥物啊？恁若彼此，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干呐？因为安尼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众人会看去，啊，意思是啥物啊？这个听有行动的，是人会看去的，有法通体验到的，唔是孤单一种的口号嗲嗲。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青年人，啊，伊是啊，伊是咧读大学啊，伊是化学系的学生，化学系的学生。一摆啊，伊咧看一个，看一种文章的时阵啊。就记载到
英国的宰相 Churchill 啊，英国的宰相 Churchill 啊，伊的自传。看到伊细汉的时阵啊，啊，这位 Churchill 啊，实在是敬业啊，啊，敬业。我法人讲天不怕地不怕啊，佮唔惊人，只是惊什么呢？伊第一惊是看到伊的老母流目屎。伊第一惊看到伊的老母流目屎啊！看啊，因为伊认为啊，老母的目屎啊。是真神圣的，唔通无法通侵犯老母的疼啊！因为老母的目屎就是老母的疼，所以这位青年人一读掉的时阵啊，伊受感动啊，然后伊就发出这个问题：，伊讲老母的目屎啊，内面有老母的疼，所以伊就爱来研究这项代志，伊就去找啊一个做老母的啊，伊就去该收集。因的目屎啊，该揢咧向个铁锈内面啊，啊将伊的目屎揢咧铁锈内面啊，然后到伊实验室内面，伊就去啊去该化验，去该分析，去该看。等伊化验，伊分析了后啊，伊感觉真失望啊。伊讲啊，哎呀，老母的目屎啊，原来是99%啊是水分啊，然后有掺淡薄化妆粉啊。有掺淡薄化妆粉，伊讲我伫内面啊，我却看袂起老母的疼。当然，老母的疼是真抽象的啊，伊看袂起。但是这个故事予人看到一项啊，人若看到教会的时阵，看到咱的生活的时阵，因会看到基督的疼伫咱中间无？因会看到基督的疼无？是毋是？伊找无到基督的疼呢？咱来用文字来描写基督的疼，这个疼不过是一篇真感动人的文章。如果咱用言语啊，啊是言语来讲说基督的疼，这不过是一篇伟大的疼的这个道理。咱来用疼。来做诗歌来唱出来，看到这是一首真水的疼的诗歌。但是有可能疼无伫内面。耶稣甲人讲，咱着彼此相疼，别人有法通看去。耶稣予人看到疼的真谛到底是啥物？通常的人。想到疼的时阵，讲到疼的时阵，就想到迄款的感觉、迄款的感受、迄款的感情。但是主耶稣却甲人讲，疼毋是感觉定定，更加重要，伊是一款的行动，伊一款的行动。咱兄弟姊妹，伫教会中，咱知影着彼此相疼，咱怎啊来相疼呢？特别像主席在这个疫情当中，看咱阵更加艰苦来相疼，因为咱伫教会无法通相合做一个，啊无法通来教会，兼且连见面都无法通见面，要怎啊来相疼呢？其实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咱有缘无法通相疼，咱有法通打电话，安尼来关心人。啊，我伫遮无鼓励咱去探访。啊，去人道啊，去探伊啊，因为现主持这个疫情真严重，所以咱尽量唔通出去。但是咱有法通打电话，啊，那我咱那我咱咱啊对科技，咱个会晓咧，咱有法通对 Messenger 对 Zoom 啊，有法通三个，有法通面对面，有法通看到，然后咱来慰问人，看怎啊，欠在为人家庭中有出。问题，咱要怎来安慰伊？兼在伊什么需要，咱要怎啊来帮助伊？咱也有法通底下甲因祈祷，甚至咱有法通将咱家己嘅心得，咱对读圣经祈祷嘅时阵，咱对主所领受嘅物件，咱有法通甲伊分享，借着安尼来鼓励因，借着安尼啊，将因生命当中心内面嘅这个压力。让他们有法通减轻。
我感谢主，在咱教会有一个有一家兄弟姊妹哈，特别是姊妹啊，殷勤有心。因为咱无法通三甲聚会、三甲崇拜会的时阵，咱就用什么呀？用网络啊，用网络按遐来看。但是咱教会有一家较年长的，因伫厝内，因无电脑，所以无法通看。所以咱教会跩姊妹因创啥呢？因就敲电话给因。哦，卡电话互跩啊年长的姊妹，然后伊就伫厝内，伊就接到因的电脑啊，的声音按电话内面送出去，互对方伫电话内面有法通敬拜上帝。我听了的时阵啊，我的心真受感动啊，甚至有位姊妹甲我讲啊，啊伊一片道理啊，伊有时阵就三四拜啊。因为伊家己敬拜了后，啊，伊无偌久，暗时伊就卡互另外一个人，然后伊就搬互伊听，啊，然后佮明仔日伊佫再互人。啊，咱像拜四下晡也是有一个啊闽南语的一个查经，有真侪人啊有法通三宝，有法通借着安尼啊来听啊来伫上帝的话语中有法通扎根，咱看到。上帝的恩典真多，我看到有真多较年轻的人，因伫厝内，因就帮衬伊老母，会帮衬伊阿妈，哦，安遐要怎啊来伫电脑顶面来看，安尼你嘛知影，咱跩年纪大个，学一摆才是袂晓，学两摆袂晓，有时阵啊，囡仔教教咧，下礼拜佫要开个时阵，也毋知要试啥物啊。但是咱看到有真侪伊个囝儿、伊个孙啊，真有耐心啊，会按遐来教导。其实啊，这是一个真好服侍，也是释放的机会，帮助人有法通伫网络顶面按遐来敬拜主。当然，咱社区有真侪的需要，所以咱有救济品啊，咱有救济品，所以有个人伫遐来奉献给教会，然后教会就分送。然后咱教会也看到有一家人啊，伫生活顶面有需要，咱就有自善的基金啊来帮衬伊。我们在你会记得袂？当咱啊也未啊无未这个疫情啊的时阵啊，那每一摆来教会三甲崇拜，每头一个主日伫咱的特殊单内面，咱有买一个啊信封红色的啊，用红色的信啊有红色的字啊。这个是什么祖先啊？是祖先的奉献。这个呢，当咱人啊，当咱奉献祖先的时阵啊，教会祖先做啊，就底下来分送啊，还有需要的人。这是咱有法通彼此相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行为。其实，当咱兄弟姊妹啊，有法通将听分送出去啊，互人实在是得到真大的感动啊，真大的帮助。我记得在教会里面啊，有一位姊妹啊，伊个老爸啊，是差不多一年半前啊，还是两年前啊，唔安遐跋倒啊，伫医馆里面啊，所以有一家人就去拜伊啊，去找伊。无偌久啊，这位老爸啊，就甲伊查某讲，我要信主咯，我要随礼咯，因为我看到教会兄弟姊妹迄款的疼心。当然，这位查某啊，伫厝内啦，啊，常常跟伊这个老爸传福音嘛，常常安尼有孝顺伊啊。但是当伊啊，这个老做老爸啊，伊亲身经历到人去探伊的时阵，去慰问伊啊，伊心就向上帝开啊。所以去年啊，伊就受洗啊，正做教会的会友啊。啊，无多久啊，咱看到伊个牵手啊，就是这位。啊，姊妹的老母啊，伊也是信主咯。看啊，因为因感觉到这款的疼，当因看到兄弟姊妹彼此相疼，愿意付出的时阵啊，因就知影这位上帝是真的。当初是啊，伫初期教会的时阵啊，哦，这位啊叫做教父啊 ，Church Father 啊，叫做德托良啊。伊讲异教徒当初时的异教徒对文道啊，还是对基督徒的评语是啥物呢？
伊讲看即跩基督徒，因是何等的彼此相疼，因干呐何等愿意为对方放舍性命。所以这是当初时啊，伫第一世纪啊，干呐真正犯罪人信主啊，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疼的行动啊，的行为啊，感动了真侪人。上官求主使用你，使用我，使用咱的教会，阿发堂，因为咱的彼此相疼，互更加侪人来认白主啊。是的，第十一条的诫命，咱着彼此相疼，这是耶稣亲自所颁发的一个命令。既然是命令，唔是孤单互咱知影，唔是要互咱参考，互咱讨论定定，最主要是互咱去遵行。你怎样有了解命令这个事呢？你是不是有遵守呢？第二，咱看到这条诫命啊，是一条有新性质的诫命，因为伊中间有新的标准。耶稣怎样疼咱，咱也着怎样相疼，甚至又予咱新的力量，是圣灵伫咱的心中。所以，到底咱？对耶稣基督的疼，咱体会偌济呢？耶稣基督怎啊疼的呢？咱好好去想者，你是不是有体会到主的疼？当人体会到主的疼的时阵，咱才会晓来彼此相疼。第三方面，咱看到这是一条反映信徒新生命的命令，表示咱是属的基督，咱的生命已经改变。这是咱的见证，所以咱必须要以实际的行动按下来表现出来。所以爱问的这个问题是讲，你有法通怎啊实际会流露出基督的疼和别人呢？在这礼拜当中，你要怎样将基督的疼付出来呢？是的，要付出疼不容易，因为咱要付出代价。有一个人，伊咧行的时阵，伊看到一阵的囡仔，四五个伫遐咧佚佗。但是伊看到这四五个囡仔，其中有两三个啊，后壁背着这个什么？伊这个啊小弟还是小妹啊，这个较细汉的啊，兼在无也无一岁的这囡仔伫后边啊。但是因佚佗啊真欢喜啊，所以这个人啊就跟其中这个囡仔讲啊。讲哎呀，你很辛苦啊！你咧佚佗，你后壁也搁背一个担担。这囡仔听落来啊，就看伊啊，就讲先生，这个唔是担担，这个唔是担担，伊是我的小弟。真水啊！这唔是担担，伊是我的小弟。你若有听的时阵，伊无搁再真多担担。咱真侪做老母的啊，囡仔。出世的时阵啊，就安尼啊，饲伊啊，爱伊个呐，愈食会愈肥啊。啊，当伊那愈食愈肥啊，愈重的时阵啊，虽然愈重啊，老母抱起来啊，真欢喜啊，甚至讲你看卖个囡啊，翻大汉咯，翻胖咯。但是做爷爷的啊，做保镖的啊，当伊翻啊，当这工人伊咧抱这个囡啊，这囡啊愈重的时阵啊。伊愈最纠缠嘛，讲哎呀，那愈来愈重啊，伊愈辛苦，无省什么呢？疼。但是这爷爷、这保镖、因啊、保姆啊、因啊、干啊、因啊，疼这个囡啊，搁较偌重啊，伊也搁是真欢喜。所以，咱彼此相疼，要付出代价，但是呢，咱就记得，伊是咱的兄弟，伊是咱的姊妹，无搁再。是当当，当别人当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得到疼的时阵，因也是知影要怎啊来付出疼。当因经历到疼，因就会晓付出疼。最后，咱来三甲来反思、来思想，伫主的面头前来做一个回应。就是讲，咱对主的命令，咱怎啊看法呢？咱有遵守？彼此相疼的命令无？耶稣基督怎啊来听的呢？咱好好来来想，互主的疼了灌伫咱的心内面。当咱体会到主的疼，咱就会晓疼别人。第三，咱来想看卖，我伫这礼拜，我怎啊真实际
会将基督的疼付出去呢？咱来阿头，咱来基督，啊，咱用几分钟、几分钟的时间，咱向主来回应，啊，然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基督。天父上帝，你借着主耶稣基督，予阮看到什么是疼。在伫阮还阁做罪人的时阵，就为阮死，阮就知这个就是疼。主啊，加使阮，当阮听到主耶稣基督你所予阮的改名，要彼此相疼，予阮愿意来实行，予阮有法通了解。这个疼是新的，因为有新的标准，佮有新的力量，予阮有法通做到。主啊，愿主你将你的疼加倍的了愿伫阮的心内面，予阮体会到你的疼，明白你的疼，阮就有法通真实际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安尼将你的疼流露出来。主啊，阮伫你面前，阮会回应，阮会祈祷。愿主你随听，我阮伫这礼拜当中，也是按照你的心意，学习彼此相听，互人看到阮彼此相听的时阵，因就要知影阮是你的门徒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互人有法通受吸引归向伫主你的名下，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的。阿门。我们在因你和你在主里的美丽，我们在因你和你在主里的美丽，同心求生命。紧紧地手拉手，我们并肩同行走，紧紧地手拉手，团结在一起，同把主的福音来传扬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一直爱，使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齐心做主公，彼此竭力扶助。我们齐心做主公，彼此竭力扶助。我们彼此互相的尊敬，互相的看顾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因着爱，使人知道基督。是因着爱，我们爱赞美天父，因他如此万物。我们爱赞美天父，因他如此万物。感谢他赐下圣灵，使我们众人合一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。主来兄弟，咱虽然伫肉体中无法通相合做一下，但是伫灵内面，
咱会通同感一灵。咱即时，咱要以心灵甲诚实来到主的圣道前，用饼甲杯来纪念主，感谢伊伫两千年前为咱所做的救恩。咱也未领受饼甲杯的时阵，使徒保罗有提醒咱安尼讲：无论啥物人无按你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躯、干犯主的血。人应当要审察家己，然后食一个饼、啉一个杯，因为人食啉若无分辨主的身躯，就是食啉家己的罪。咱即时用短短的时间来求圣灵审察咱内面有啥物罪，咱求上帝赦免咱。这是咱三个阿头祈祷。天父恩主，阮感谢你，
已经有被了这个救恩，想赐予怀疑信你的人，通得到永生，接着耶稣的救赎，予阮的罪得到赦免，接着耶稣的顺服，伊的牺牲，予阮得到头棒。主，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前，坦然无惧，因为为着你的恩典，通伫这个所在，撒个纪念主耶稣的饼甲杯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受杯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一百块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放杀的，恁着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咱同心领受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摕起杯来讲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咱同心领受。天父，阮主你的话，安尼甲阮讲，阮每摆食一个饼，饮一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一直等到主过来。天父，当阮的听候主第耶稣第二摆过来时阵，予阮继续顺服主的使命，就是叫阮着去，予万民做你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甲因施洗，这是主的心意，通予阮继续为主伫这个世间做见证、做光、做盐，通予人看见阮是主你的门徒。阮感谢你，愿主继续带领阮，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三甲念《使徒信经》，这是咱基本信仰的宣告。来，请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搁信伊的独生子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列多林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静所愿。三甲领受上帝祝福，愿迄位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。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蒙保守，在主耶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可置疑。迄个召恁的是信实的，得确成就一切。安尼祈祷祝福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